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性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用心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的门上，并你的城上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罗汉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。那里有城邑，又大又美，为你所建造的，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，为你所装满的，又有凿筑在水泉里，为你所凿筑的，还有葡萄园、橄榄园，非你所载重的，你吃了而且饱足。那时你要谨慎，免得你忘记加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侍奉他，指着他的名起誓，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。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，看为善的，你都要遵守，使你可以享福，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，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使我们常得好处，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，像今日一样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遵行，谨守遵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。我们能得救，就是蒙恩给你的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遵守公义，尽行律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遭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全世界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，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叫我们依他的恩德成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在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阿们。好，经文诵读完毕。下面我们低头闭目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慈悲荣耀的圣天父，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光阴似箭，转眼又到了2018年，在这新的一年里，求主你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崭新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把活水教会的我们众人都恭敬仰望在你面前，求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加添我们的能力。主啊，我们把活水教会一切都恭敬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加添我们活水教会的信心，也加添我们活水教会的得救的人数每日加增。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我们把我们的脚中也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你保守我们的脚中行在基督的正道上。感谢赞美主。
垂听我们在圣灵里面的祷告、交托、感谢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。阿门。